你知道这很麻烦，我各位同学跟大家分享一下，这是我的新 vlog camera， 但是呢，我需要习惯看这里，不能看这里，不然就会很好笑，就会看起来我都没有在看镜头。我喝了一杯奶茶，你干嘛？你可以拍你自己啊。OK。现在开始了吗？怎么开始？开始了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 vlog， 我们要去唱歌。今天是蔡卓，今天不是蔡卓生日，今天是 pre birthday。对，今天是他的 birthday celebration。还有 gigantic 蛋糕。对，哦天哪，我刚没看到，大超级大，超大，是的。对，我们要去。哎，我爸爸叫我去看图，都是我的新衣。他叫我去推一下那个，他看起来很胖。穿我的新衣。走吧。会员卡来了吗？我们要看这里，不能看这里。这里 ，OK， 我要洗脑自己来看这里，不然会很明显。哦，传出去了，好像传。拜托，拜托，给我一个，哎呦，那个、我被洗脑，我被打洗脑。的设计费用是339，一次4小时，那每个人会有69元餐饮绩效。有需要先点什么餐点或饮料吗？你有在用吗？对啊，这是 birthday girl， 虽然他生日比我还后面，对啊对啊。这个背光的天哪，对啊。我像一个新手，突然不会 vlog。像，其实这样才有那个，还是有关。我们在唱歌。我知道我来之前我就跟我姐说，一定会很多五月天，因为蔡卓超爱五月天。Memory card 满了，所以呢，我们今天还是只好用手机。超蠢的。你可以帮我开下倒唱吗？啊，可以关掉，可以关掉，我会唱的。大家好，我来吃牛肉面，这是我的 mukbang。 哦，给蔡卓宜，蔡卓宜的歌，五月天。对，谢雨欣宝宝他很乖，他都没有拿掉口罩。我今天其实穿很漂亮，然后也化了很漂亮的妆，只是我爸不让我拿口罩，而且我要戴口罩，我要盖住鼻子。没有关系，我真的会穿这个。哦，真的假的？我每次去 KTV 都会穿这个。然后给你们看一下，我今天因为是圣诞节，所以我穿了一个绿色，好可爱啊！而且它是那种有点荧光的那种绿色。这里灯光不好看。衣服配圣诞节的鞋子，红绿。然后还跟你们分享一下我这个 choker， 它其实是一个手环，只是我把它戴在脖子上，因为它太瘦了。等一下，你看它怎么那么瘦？就是说要把手环戴在那个。有拍吗？
把它没有把它拍得很好吃。那我知道边吃鸡翅边唱，可以帮你拿麦克风。这么好的，这么感动。啊！Thank you.
来 set up 蛋糕。这桌上有空的，我们这里没有拿走。这要拿走。我们在点生日快乐歌。他点不了啊，你看哦。生。没有日啦。好奇怪，这是歌手啦。哦。搜寻生日，把那边清一下。那边。太乱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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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不是，我刚刚先重新录下来了。你这个现在重新拉都暂停了。剪进去了吧？考虑一下，考虑一下。我要打好几个刀，有点恐怖。好像你没用过，是刀已经。哎，那个就按一下就打了，然后你就穿上。穿完之前不敢用，差不多。我现在很可以。那你要先继续，你要按继续，你要继续，然后切入。你好像按差不多两次。你能切入没关系，再切入。好，第二个还有什么啊？大家身体健康。我好乖哦。